夏天精子最活跃，做人加减成旺季。A child smiles and sits up and walks and a couple have that together. 许多男女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但不是所有人不经意就能达成。No. They weren't. No, look, son. There's no blanks in this pistol. Boom. 有活动力的精子至少要占40%，男人才算有生育力。意大利北部帕尔马大学医院生殖机能不全中心的研究人员经过11年的观察，搜集5188名男子的数据，发现精子活动力在夏天最强，有65%的男人精子活动力达到生育标准。在冬天最弱，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剩下50%，可能是因为睾固酮之类的荷尔蒙浓度改变。而经常暴露在高温天气的孕妇比较有可能早产或生下体型比较小的婴孩。看来夏天还真是做人的好季节。动新闻 To fertilize an ovum or die trying 报道。苹果爆料第2周冠军出炉，广告砸中捷运车厢，点阅率最高229,400，恭喜陈小姐独得奖金200,000元。选举 BRT 车站钢筋外露，恭喜读者郭先生独得奖金100,000元。6月每周送出20万，月冠军大奖200万，等着你。